阿姨，您这个，他，因为他现在，我今天不是发现他原来这些导盲的行为减弱了很多嘛？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减弱的？就最近一年中，就最近一年，而且很快的，就每个月都在下降，所以我现在很担心。宝宝，掌门，右边出去，回我们自己房间。回自己房间，这是厅。爷，又往里边去干嘛啦？就像老年人80岁，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一样的道理。是。那这段期间的阿姨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就希望他能够回到他宠物宝宝的那种状态。你说他还能多少年？嗯。